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要你解这个方程式啊，我就给他同类项合并啊，我 x 项哈、哦、把它移过去，好、哦，因为这个二分之三比较大，三分之二的话呢比较小，好、哦，把它移过去，它的常数就要移过来，这是负二啊，减掉二分之一，等于多少呢？二分之三 x 嘛，减掉三分之二移过去，哦，啊还有这里还有。负二减掉二分之一，还有这里，这里的话有个负的三分之二，好，那这是二分之三 x 减掉三分之二 x， 好，那这个呢，把它给这个通分以后合并，这个就是多少？二三得六，这是九减四 x 等于多少？这合并以后，这个是多少？这个是等于六分多少呢？负的哈，这是四，啊加多少？六二十二，加呢三，二分之一就等于六分之三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，这是六分之五 x 等于哈，六分之负的，这十六嘛，十九啊，十九。那六可以约掉，哦，两边乘以六。六就约掉，所以哈、哦、，x 等于多少呢？把两边乘以五分之一，啊，就是五除过去了，五分之负十九，所以是五分之负十九。